魂兽种族肆意残杀生命，甚至藐视海神神龟，我弟弟就死于邪魔火晶王之口。我们一定帮你报仇。我更担心我的族人。唐三，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，我族上百头未成年的魔魂大白鲨希望你帮忙照顾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难怪小白一直神色凝重。两个族群数量相当，邪魔虎鲸的单体实力却是魔魂大白鲨的两倍以上，即便有我们相助，魔魂大白鲨也不得不承受一半邪魔虎鲸的攻击，生死难料。小白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我有办法将损失降到最低，敢不敢和我冒此险？就我们两个。我们两个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大家等我总攻信号。你可要装稳了。一旦捕捉到异常气息或波动，就会反射红光传递信息，我们不能再接近了。你居然还能隐身？我现在用的这个技能叫瀚海护身罩，可以隐藏身形和气息。向前吧，但动作要轻，免得引起海水波动暴露行踪。攻击瞬发，切口平整，威力惊人。是邪魔火晶王的水刃，在十万年海魂兽中，他的实力仅次于深海魔晶王，也是在他的带领下，这个族群才如此肆意滥杀。有违天道。若没有魔魂大白鲨世代隐匿镇守，恐怕邪魔虎鲸王一代族人攻上了海神岛，死在他们手中的魂师不知凡几，更有数名封号斗罗不幸殒命。唐三他们真的能消灭这邪恶残忍的种族吗？